你经历过断崖式分手吗？这种狗男人我真的看走眼了。前一天，我交往了三年的男友失踪了。走，去找他。吴科，你给我出来！别躲在里面装死。你们闹到这儿来做什么？你弟弟做了什么事情？你心里面不清楚吗？我一直相信所有事情都是有迹可循的。两清的事情不能强求，你们就好聚好散吧。所以，我不信他突然就不爱我了。乐伯父。我爸怎么说？父母终于同意把你嫁给我了。你写什么呢？旅行攻略呀。哎，是什么？是啊，你哪搞的？好几家店，明天就去试。宝贝一定是全世界最美的新娘。我要他亲口对我说。没有。很好，但是我就是不爱你。你混蛋，真给你脸了。我祝你过得没他好，死得比他早。你说什么？走吧，你已经沉迷于伤感的月光。到最后你就知道有多痛。干杯！给我起开！你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啊？你来了，对不起，是我不争气，但是我真的难过的快死了。想喝是吧？我陪你喝到天亮。你姨妈巾放哪儿了？厕所。林梦清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你怎么会有这种药？这一刻，我好像知道了原因。忘记了拥抱，忘记了微笑，忘记我们曾经是那么那么样。这是他留给你的。我们都太骄傲。宝贝，对不起，以后不能陪在你身边了。好遗憾，差一步就差一步了。其实那天我躲在角落里偷偷看过你穿婚纱的样子，我的宝贝果然是全世界最美的新娘。大头说的对，我确实是个混蛋。我这个混蛋还想要你三个愿望：找一个比我更爱你的人，好好恋爱，结婚，生一个可爱的宝宝。忘了我吧。你的愿望我可能实现不了。我要替你去看计划里的风景。世界是你的遗书，而我是你的遗物。